針對著用手機充電速度的用家。Pro Mini 日前推出 Power Station Super 4快速充電器，支援最新的 Quick Charge 2.0 技術，令到 USB 接口除了提供傳統的 5V 電源之外，還可以提供 9V 和 12V 輸出，而配合新款智能手機的快速充電模式。Pro Mini Power Station Super 4快速充電器備有四組 USB 充電接口，其中兩組接口可以提供最新的 Quick Charge 2.0 技術。在 Quick Charge 2.0 的情況下，充電器分別提供三種不同的電源輸出，包括 5V2.4A、9V1.67A 和 12V1.2A， 即是最高可以提供 15W 充電功率。加上利用較高電壓低電流進行充電，在線材或者接點上面所導致的電源流失問題亦相對較低。除了兩組 Quick Charge 2.0 的 USB 接口之外，Power Station Super 4另外提供的兩組 USB 充電接口用於不同的顏色而作區別，兩組接口分別可以提供 2.4A 和 3A 電流輸出。除 Power Station Super 4額外附送一組大資料傳輸功能的 Micro USB 線，還改用了藍色的設計。除此之外，充電器特別加入了兩種不同的電流輸入，除了 AC 100-240V、50-60Hz 全區域交流電壓之外，另外亦都支援 DC 12-24V 輸入，配合附送的汽車充電轉接頭，令到充電器可以在汽車、屋企、辦公室甚至旅行的時候使用，隨時享受快速充電的優勢。